八千平方米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店呢，我们主要是做那个，就是体验，物流，然后呢，仓储、电商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那个商店。老外干活的速度怎么样呀？为什么这么快啊？我觉得老外的速度其实是挺快的。我们这个从上个星期二开始到今天，就已经干掉4000平方米的已经铺好了。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于我们怎么安排啊。我们安排工程合理的话，我觉得速度是很快的。因为我安排的跟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因为包括我们所有的原材料，我们全部都已经放在这里了。我们包括我们水泥，我们就拉了6个柜子在这里；沙，我们就拉了50车沙在这里。就是说，它干起活来呢就比较方便。我们把整个场地呢都铲空，给它理得干干净净，它干起来就比较舒畅。所以说呢，速度比较快。这套系统门窗呢，主要是密封的好，它隔音效果好。这么大的窗户，外边有什么噪音，基本上在室内是听不见的。关键它这个密封，这个保温好。一共这一片有1000平米吧，大约半个月，15天。厉害厉害，中国速度。